哎，你好，你好，新年快乐！新年快乐！祝你跟你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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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怡你好啊，开始吃饭，来我们把它放。又壮又帅。对呀、啊。其实他们昨天已经唱到很晚。哎，沈阳大哥，我们昨天是你们唱了几点？3点多。哦，3点多，你想想。所以就是他们其实属于车轮战、疲劳应战，我们呢一定要保持好一个精神的状态。对，而且你睡得还很好嘛，对不对？换这个老师的头发，老师的头发，看看，看看你妈老师的头发，看看富贵，看看伟伟的头发。休息的还好吗？休息的不咋地，不咋地啊，没睡饱还是没睡好呀？都差点，都啊。现在啊，已经12点了，天气很好，赶快出来，不要再睡了，不要再睡了，出来吧，来听我唱歌好不好？哎，好。宝宝，妈妈，这是我是歌手。对，啊、哦，是耶。你们来了，我是歌手，你们要来听馆吗？好大、哦，真的是好兴奋哦。今天是大家一起要上台来完成这个表演。对。哦，来。哇，怎么样感觉？我来到了。其实从第一季开始我就有在看《我是歌手》，然后每一次一看节目的时候，我就会盯着电视机，然后脑海就会出现很多：如果我有机会到这个舞台，是会是怎么样？会有多好？我会唱什么歌？就会一直自己有很多小剧场，一直在想，一直在想。所以，当有人跟你说你可以上这个节目的时候，你是不敢相信的，我还真的吗？我还是问是真的吗？既然拥有了一个机会，我就是好好把握住。不管今天成不成功，我就是想要唱歌，哪怕那一场100个观众里面都不认识李佳薇，都不喜欢李佳薇，但可能听过我演唱之后有一个人会喜欢我，那我就很开心了。谢谢队长。咦，看看什么呀？照片儿。新歌手，铁肺女王，本轮踢馆歌手。哇！铁肺练成钢。李佳薇。哇！哎，平时我们都是看到，就是有偷偷看的，或者是有看我们彩排的，看我们抽签的，是第一个他把照片放在我们这个大厅的，给我们很大压力吗？对呀、啊。哦。啊。李佳薇本轮踢馆歌手，来势汹汹啊。哦。是他。这。哎，我招呼你了。一。我们是昨天录到那么晚，休息的不是很好，但是新来的歌手。本身唱得那么好，他昨天休息得那么好，而且他体感不是要第7个唱，对不对？啊，这个就是，没事，我们，没休息好呀？睡得少呀？没有时间睡呀、啊？我们这两天没日没夜，他顶多就睡了几个小时啊，3个小时啊。我能睡4个小时，我们俩加一块能7个小时。哎，没新的歌手可以上来吗？今天还没有贴呀、啊。没呢，有，多看一眼就有了。谁走我也不输。看歌的，建哥你想看谁的？我看看新来的小朋友吧。李佳薇，煎熬。没听过这样，你听过吗？我没听过，放来听听吧。让我先让我先。这点唱法已经酝酿着一首后面那些非常高的音乐。嘿。
不知道是走什么路线的啊？歌名嘛，走煎熬路线的。只要他一出现，嗯，其他歌手就会很难受。哦，其他歌手受煎熬。对啊，这是煎熬来看谁能把谁煎熬下去。对，所以你像这名字，没什么好咒的。我现在去照片厂看一看，看一看到底是哪个歌手被淘汰的。就是看了照片上就能知道我们今天晚上真正的对手是谁，对吧？啊！哇，不是吧？哇！张靓颖啊！不是，昨天唱的不是那个《冬天点一把火》吗？啊，不知道。别害怕，别害怕，往这儿躺，往这儿躺，往这儿躺。下一个就是你的啊。下一个你就会贴在这里，不要签名。不会签名的。等会儿吧，进个进个休息会儿。好好，哇，好漂亮啊，那地方。哎，哇，这是你啊。还挺有霸气的啊。这是我是歌手，歌手们的家，大家都有自己的房间，然后房间上都有贴上自己的名字。是的，但是，今天我的名字最大哎。哎，对哦，嘉威，哎呀，真的是。我再说一遍，我们不是来踢馆的，我们就是来住店的。来到这儿，我们就不准备走了。大家好，有人吗？我们是踢馆歌手，都在吗？只是为寻找那最原始的版本。今晚他将以别具一格的方式演出不一样的抗日情歌。有一个小时，1小时15分钟开始。7点多了。大家好，我是赵子亮，欢迎收看由喜酷和新升级立白天然皂液冠名播出的《我是歌手》第三季第三轮的踢馆赛。感谢航天技术放心好水司机木哥净水机对我是歌手的大力支持，同时呢，欢迎大家通过微信摇一摇互动来赢取大众踢审团直通名额和特卖网站唯品会提供的百万现金红包。我们的500位踢审团已经各就各位，你们准备好了吗？竞演倒计时30分钟，准备。跟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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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拍。给大家介绍，憋着的孙楠是步伐是如何的啊？我先给你搞屎。对，来。竞演倒计时10分钟，准备。好，来现场准备，5 4 3 2 1，走。太阳与净水机为歌手加油，倒计时开始。大家新年好，我是歌手孙楠，欢迎来到喜户合一新升级立白天然皂液《我是歌手》第三季
第九场的竞演现场。大家知道，因为过年，我们昨天是连着录，据昨天录完到现在，一共还不到20个小时。要录这一期，对我这样上了年纪的人，你知道，吃不消，我都累瘦了。今天是最后一次的踢馆，前来踢馆的这位新人呢，若是能战胜一半以上的在线歌手进入前四，他就是踢馆成功了。在本场排在最末的歌手，他将会暂时离开这个舞台。如果没有踢馆成功的话，那么这位新生的歌手也即刻被淘汰，一曲定去留。赛制其实很残酷。让我来介绍第一位出场的歌手，朋友，亲故。在80年的时候呢，有一部电视剧叫做《八月桂花香》，大家看过吗？但是大家未必能记得剧情里的内容，但是有一首歌，我想大家一定记得，它是由罗文演唱的一首歌曲，歌的名字叫做《尘缘》。接下来有请第一位竞演歌手。宪哥今天是第一次第一个出场，朋友，朋友，好听。走了还很潇洒的。起伏中不平，到如今都成烟雨，情也成空，宛如回首袖底风，悠悠雨里香飘在深深旧梦中，繁华落尽，一声憔悴在风里，回头是无情也无语。明月小楼，孤独无人诉情衷，人间有我残梦未醒。自在花开花又落，不管世间沧桑如何，一城风絮，满腹相思都沉默，只有桂花香伴飘过。
年轻淡薄，热情热心换冷淡冷漠，人多少深情独享寂寞。只在花开花又落，不管世间沧桑如何，一城风絮满腹相思都沉默，只有桂花香暗飘过，只有桂花香飘过。谢谢所有阅读的朋友，谢谢，谢谢现场朋友，谢谢。李健老师的气息无敌了，谢谢。对啊，谢谢李健，谢谢李健的成员，太棒了。哎，稳，我觉得今天是最稳的一次。但是我一直都紧张。嗯，挺好。他特别会知道把一首歌怎么给唱的能够打动人，所以李健既不需要去用老的经典作品去讨好观众，也不需要用很华丽的编曲突破自己的风格。个人观点还是他选择内地原创的感觉更契合他的这个风格。接下来这首歌叫做永远不回头。好，来了。当年是由王杰、邰正宵、姚可杰、张雨生合唱的一首歌。大家知道这四位都是海拔不高，但是音高都特别高。海拔不高。大家还记得这首歌吗？记得。如果不记得，就让接下来这位男歌手帮大家一起回忆，好不好？他自己从别走。男歌手在这儿。男歌手。年轻的心
间祈求永远。当日光送走今夜，我想要跃入海面，绕行几年，看誓言可会改变。年轻的泪水不会白流，痛苦和骄傲这一生全都拥有。年轻的心灵不会颤抖，再大的风雨如何你也要向前冲。永远不回头，不管天有多高，忧伤和寂寞，小磊，没想到在这个台上头发最长的不是你，不是亮颖，对，是他，是乐队老师。好累，这歌。谢谢，不容易。南哥昨天晚上直接三个小时，他又要主持嘛，他要背那个主持稿。我喘一下，很累。哎呀，看得出来是上了年纪了。不过刚才这一下也让我，好像回到了年轻时候。杨春，太不容易了。今天所有的人都太不容易了。就是都，我睡六小时都算睡多的，其他很多人就是四个五个三四个。难道三个会快乐？好，好。坚持住。我这眼一睁一闭就唱完了。很快。现在呢？第三位了。我眼一睁一闭，哎呀妈呀，还有那么词儿得说，主持人真不好当，谢谢。我们主持人太不容易了，谢谢。接下来这首歌是1948年被联合国确认为十大民歌之一，歌名叫做《康定情歌》。不到20个小时以前我们走这条路，当时我们还在说那个心情不一样，现在又是不一样。对，我是歌手合作伙伴，航天技术放心好水，四季牧歌净水机，乐享极致 ，vivo 智能手机。